大家好，我是幻心。这个步练师终于登陆 online 哈，作为二将，我最喜欢的武将之一，所以我也是像一将我最喜欢的陈宫上线的时候，也是出过类似的视频。我今天也是专门出一个步练师来给大家进行一些简单的介绍，也是方便大家去入手吧。因为你对他了解以后因为我个人觉得他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哈，所以说如果你对他了解以后感觉不错，还可以入手。当然，我不是帮盛大做广告啊，我只是来帮很多玩家，因为有的玩家并不是全开武将，这样子的话可以有一次选择性选择一些能力比较强的武将。首先是三学两技能，这就废话了。那我基本上大家都应该清楚，两技能一个是安旭，一个是追忆。技能我就不介绍了，我觉得大家都明白。那我们就直接来讨论一下他的强在哪里。安旭单独技能可以在自己使用这个技能的时候创造 2.75 张排插，这个效果是非常猛的。怎么说是 2.75 张呢哈，就是因为你让就是让你队友去从对方拿一张，对方少一张，这是两张排插，并且如果不是黑桃的话，你自己还摸一张，这个就是 75% 的几率嘛，所以是 2.75 张排插。简单来说就是当步练师行动的时候，每次行动一次，基本上可以维持 4.75 张自己方与敌对方的一个排插的效果，这个还是比较恐怖的，基本上是所有排插就是创造排插武将当中名列前茅的了，也比他强的也许就是鲁肃了，对吧？完美耗时加帝盟，这个可能在排插创造上要比你步练师强。包括像袁术什么的，那袁术其实是强过排性，并不能说是强创造排插性的武将。其次像什么辽神标准的四排插理论，这个也是没有你 4.75 张高。所以说在创造排插里头的武将都是非常猛的武将，那个鲁肃、张辽，包括像姜维都是可以称之为神将。那既然你步练师是走这条路线的，那可以称之为神将也毋庸置疑了，因为都是有其特性的，包括什么效果，像那个你安旭让那个人拿过来一张都能产生骚扰性，破坏对方手牌的一种感觉。当然这个也是有区别的哈，我慢慢去交流介绍。第二个技能是追忆，追忆的话是在你死以后还可以为团队创造五张牌的收益。这个是一血恢复一血，并且拿三张牌，但是我们知道一血等于两牌的基本理论，所以按拉排插的讲法的话就可以创造五张牌的收益，这个都是拉排插技能，双拉排插技能。当然追忆的使用就怎么说啊，个人建议大家能不去死就不要去死，不要说是我作为步练师我有追忆的技能能创造五张牌的排插我就可以求死，这个思路是错误的，你自己行动一回合就能达到 4.75 张了，你干嘛为什么要求死？我觉得追忆产生的效果应该是在要不是队友大爆发的时候收你，这样子产生更大的效果，要不就是劣势局求爆，对吧？你可以专门求死一下，给反正你们要不就输了，要不就搏一轮，完了你这样子的话求死给那个核心武将进行一次爆发的机会，这是你应该掌握的这个节奏。但是如果除此之外你要是故意求死，那我就觉得你打得非常的错误了，因为你的行动就能创造很大的排插。我们刚才说了拿张辽和鲁肃去对比，两个比较强势就是比较明显能创造排插的武将，单独和老先和鲁肃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强的武将，他的耗时能达到一次四排插的价值，那个多摸两张嘛，对吧？完美耗时四张牌的价值，那你步练师安旭能达到4.75张，这个是比鲁肃高的。其次的话你安旭也有骚扰性，那个也是能弥补一下什么鲁肃可以地门产生骚扰。当然论整体能力的话鲁肃肯定是要完爆步练师的，这个是毋庸置疑，因为完美耗时加地门产生的排插是任何人都无法比的，这也是鲁肃赖以生存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我为什么要推荐步练师，那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步练师的操作难度和鲁肃的操作难度不是一个档次哈，虽然鲁肃你很强，但是鲁肃这两个技能地盟加耗时新手还真心用不来，对不对？就是说很多新手如果用鲁肃用的不好，很可能就产生坑爹的效果，或者是你地盟的不是很关键的地方的话，你可能并不能给团队创造非常大的收益，虽然也能创造排插等等，但是起码说是你新手玩鲁肃的话把握不好一些细节的东西，而且有可能这个 online 这个读秒的时间比较少，考虑的时间比较少，你鲁肃这个地盟加耗时操作难度又高，可能导致你的失误没有地盟成功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导致弃牌什么的。但是反观我们看步练师的技能，那完全就是零无脑操作，对吧？基本上没有任何新手说你安旭你都用不来，这就有点太
夸张了吧？所以说步练师强鲁肃就强在这个操作难度上，对吧？容错率相高，你鲁肃出一次错误基本上就有可能造成非常大的蹲盘，比如说你忘了看这个谁手牌最少，你耗时一下，耗时完给了一个对方的人了，完了你地盟又不好地盟，对吧？自己拿的手牌都是自己要用的，消耗完你又无法地盟了，这样子就岂不是坑爹了吗？但是你安序，你即使使用错了，两个对象选错了，你造成的这个失误，给自己团队造成失误也比较少。其次的话，那个操作难度嘛，就是你反正用你非常简单，这个就毋庸置疑了。当然论能力来说肯定还是鲁肃强，其次就是跟辽神比，辽神是我们标准的辽神的四排差理论，对吧？当前回合偷对方两张，自己得两张，这个对方少两张，这是创造了四排差，这个是贴吧标准的一个辽神的理论。当然很多人都质疑哈，但是我们就拿来去比较辽神四排差，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步练师自己行动回合 4.75 张比你辽神多，这个是可以的。其次也能产生辽神的作用，就是辽神也是推对那个偷队友突袭对方一张，自己拿一张，我们也可以让对方一张给了队友。当然也是有区别的哈，一是我们步练师的输出能力要比你张辽高，对吧？张辽你突袭的都是对方要不是留给你的，要不就是对方使用过质量高的牌都已经用到了，所以张辽并不能突袭一些高爆发的牌。但是我们步练师要自己过 2.75 张牌，自己摸两张，对吧？安序完了自己还能摸有 0.75 次机会能摸一张牌，这样子的话输出能力要远远高于你张辽，应该是高非常非常多了，基本上能达到英姿的效果，英姿的效果了。所以这个是要比你辽神强的地方。当然辽神也是跟步练师有区别的，辽神是突袭对方，这个是无条件灵活的突袭，对方手牌最少也能突袭，但是你安序的话会被限定住，就是说一个多的手牌和一个少的手牌。虽然说是八人局很少能出现我这一回合产生不了安序的作用，这个我觉得基本上很少，但是限定住了，就是说牌多的人牌少的人不能说是按你随心所欲去突袭哪一张去破坏哪一张，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说辽神可能更灵活一点，但是我们单独从牌差讨论的话，你步练师是要高过辽神的，就是最大收益化。只不过辽神的产生的自由更灵活更方便一点点，这个没有，因为你安序是有限定的这个条件，这个是的确。所以我们刚才单独跟张辽比跟鲁肃比，都是可以看到步练师自己的长处，步练师自己的优势的所在。虽然说是如果真正的比谁强谁弱的话，这个还真心难比只不过我们能看出步练师并不差于别人，他的能力也是在这儿体现的。那我们来去讲，继续讲一下那个其他原因哈，就是说包括我们去入手步练师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的形象秀还是比较帅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应该是在二将里头最出名的。哎，我们来推荐几个这个步练师的小技巧吧。那个虽然说步练师操作难度比较简单，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些地方要注意的。首先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保护自己，对吧？不要求追忆而追忆，这个追忆肯定没你安序强，你自己行动一回合创造的效果还是比较好，除非是关键，就是你要自己考虑大局观，你觉得自己应该死再死，不要说是故意求死。完了第二个就是你安序的使用，一般情况下除非特殊手牌的考虑，就比如说是我先杀他一刀，完了再破坏，比如对方这个手牌比较多但是没动过，我想去把他的关键手牌轮给我们一个一手牌的队友，可以先杀他一下清一个闪再去安序。但是我个人推荐，除非那种特殊手牌的排序处理的话，基本上我们回合起手就应该先按序，这样子的话首先看一下对方少一张什么牌，自己人去拿了一张什么牌，完了我们再去 75% 再摸一张牌，这样子的话更方便你考虑排序，考虑在大局观，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其次的话就安序一些简单的地方，比如说安序可以破功臣，破姜维的觉醒等等等等包括是帮助邓艾去产生这个屯田的效果，这些你都不要忘了，免得你是没有选择性的乱安序，这样子的话可以给队友或者可以帮助队友更创造更多的集火方式，或者克制姜维等等等等。行吧，那个简单的介绍了一些步练师，这个是上线了嘛，跟大家说一说。其次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视频。好，我们来看这场视频，这个是一个网友发给我的， ID 是独练123，这边选择了于禁主攻，这个于禁主攻我个人还是不太推荐哈，我觉得还没有任何的个人能力，而且你又是超级大盾，
这样子的话忠臣很可能很危险。当然我们来看一下这场视频最后能打成什么样子。起手的话我们来分析一下，像庞统这项反贼、貂蝉这项反贼，这两个人是完全无视你人王盾效果能对你进行输出的，所以他非常像反贼。那个庞统是利用铁锁传导，貂蝉是利用离间，这样子都是无视你人王盾。忠臣像左慈孙策，这个可能是象性型的，对吧？你盾，我自己也盾。那如果反贼无法激活你，激活忠臣的话，我们也能创造一些收益。这边祝融跳了一个忠臣，孙策我刚才也说比较像忠臣，但是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这边的话，祝融起手是强势压貂蝉明反，这个主要还是想先把貂蝉搞死，因为貂蝉的确是对于禁的压制是比较大的。这边孙策也跳一个忠臣，这样子的话还好。就是说如果是反贼方无法激活乙女，先去杀孙策，杀到两血，这边有负一马，到你行动的话，因为后头还有一个祝融嘛，你就可以主动的让孙策直接进行觉醒，你只要有两张桃，孙策觉醒对于主中方的话支持就比较大了，因为有觉醒的孙策，虽然他是四血孙策哈，可能没有五血的主攻的孙策那么强，但是起码是有自己的能力了。这边二张跳了一个钟，左慈不是反，但二张跳钟也是可以的哈。这个可以在对于自己方手牌利用率比较高，其次的话虽然没有一个很好的配合，唯独怕的是二张直接被推死，这个是原因，但是二张怎么也是神将嘛，所以有个神将在自己人身上那是肯定是可以的，但是我前提就是怕什么二张直接被推死，所以那个八卦阵二张没有选择给出去直接出去，这才是有考虑的。这边的话先安序，这个是刚才我所讲的这个排序处理，就是无论那个自己行动回合直接先安序，完了看排序看大局观看了解一下队友拿到什么，对吧？这个我觉得其实做得非常好。这边直接利用铁锁开始压人了，这样子的话忠臣还好吧，就是看能不能一会儿让二张，因为这边我们主攻去掉点血，对于二张的支持，就比如说现在二张非常危险，我可以直接送桃。这边的话先顺一下，先拆兵，完了顺一下朱雀羽扇，完了这样子的话可以直接弃牌给二张送桃，这个是可以的。哦，带装备了，这是要集火杀谁呢？是杀貂蝉吗？这下的话也行吧，就是说希望在貂蝉那边行动，就不送桃也可以，因为放在自己手里吃，但是我觉得有自己的思路没什么问题，就两种路线嘛，一是给二张送桃，完了提高过牌性，完了找爆发牌，这样子可以，二是就是这次集火完了看跟自己队友孙策，完了我们三连中行动能把貂蝉推死都是可以的，这个并不是错误。这边的话祝融也有距离，那说明更对了，看一下孙策那边能不能把貂蝉带走。孙策开了一个无中，哦，求桃了，开始求桃求桃求桃。布练师这边有一个，看一下孙策有没有继续的输出牌，没有。好，这边貂蝉能再撑一回合是不错的。孙策这边也是手牌比较多，直接是往二张那边扔。这边貂蝉去拆距离，拆距离保护自己。我个人觉得貂蝉这个拆距离稍显有点怎么说呢哈，就稍显笨拙了，因为后头还有三个反贼要动，而且有二张，不一定说是于禁就真的没有距离了，本轮于禁有二张的支持还是不太酱油的。我来给讲一下，就是说貂蝉那一回合拆距离选择的并不合适。哦，这边没有逃了，这貂蝉直接去了，应该是怎么打，应该是拆八卦阵，对吧？你拆八卦阵完了跟反贼方进行集火，迅猛在这一回合杀死二张，创造自己的优势，而距离的话交给队友，对吧？那你拆了那二张再直接回来，等于白拆嘛，那个拆不如拆八卦阵，你杀一刀一起还把二张带走呢。虽然我们知道主视角这边有两张桃，但是也许呢，对吧？对于貂蝉来说可不知道主攻这边有两张桃所以说本轮貂蝉这个拆有点也太不相信队友了，对吧？对吧，那个如果队友觉得保护不了你，因为有距离的话，也会去利用铁锁等原因去把你收掉这个我就不来考虑了。左慈苏有克己，刚才第一个是出的谁来呀，真还给忘了。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貂蝉这边没有拆八卦阵，导致反贼方集火并不是合适，这边还好判了个黑，如果判红的话就是你貂蝉的问题了。这边左慈没办法，消耗不掉光，又送了一张闪，我不知道左慈还有别的什么牌竟然能送闪。
因为现在作为反贼就两条路，要不强推死于禁，要不强推死二张，对吧？强推二张的话，内会帮你比较简单，强推于禁难。庞统这是铁锁一下祝融，难道是有火攻，直接在自己回合火攻自己，完了压一下主中方，并且还能在当前回合涅槃产生自己多余的输出，这个是有可能的。这边哦，又铁锁一下左慈，自己这个干嘛？哦，有一个属性杀。哦，这边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不多说了。哦，这个是继续的通过铁锁来创造这种效果，并且在自己回合产生涅槃，创造更大的输出。啊，他既然是铁锁这么多人还能传导伤害的话，那个刚才我们就不去考虑了。这边应该反贼方是考虑一下内是谁哈，就是说你反贼方直接弃手死了个貂蝉啊，完了二张又是那么状态好，这样子的话啊，当然也许我们的前提是看到了于禁这边哦，这边的话庞统这一回合利用这次铁锁让自己回合内去涅槃产生的效果是非常的猛的啊，这边的话看一下布练师那边能不能秒掉。刚才我去讲那些，也许可能是因为主视角这边逃太多了，所以导致这边的话庞统非常作用了。这也是火包里头庞统现在啊，我非常喜欢玩啊，包括很多人都喜欢玩，就是这个作用，就产生这么多的输出的创造。我们来看一下布练师吧，这边先安序去拿牌啊，把握的非常的不错。哦，出决斗了，继续的是强秒于禁，看一下祝融托管，祝融那边没逃，我们一会儿看一下孙策那边，二张那边有逃的话会吃。好，孙策这边有个逃，这个庞统打于禁的方式就有了，只要有任何一张雷杀还能创造一次哦，这边是黑杀那就没办法了，这个天神人王盾的效果体现出来了，如果不练是有一个属性杀就可以了。这边的话二张连固阵都没有，这个是非常聪明的，因为自己手上有一张闪了，主视角这边有杀有距离，可以杀一下左慈，而不是去杀布练师哈，一是布练师有闪，其次布练师死的话会产生追忆，对吧？杀左慈的话有可能跟队友一起集火死左慈，并且是反贼有逃的概率并不是很高，这边这两次行动的话创造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来看一下内奸是谁，孙策还是祝融。哦，这边的话祝融直接黑杀杀孙策，这个行为是求觉醒吧，像跳内还是求觉醒，不管了，我们来看一下，既然孙策觉醒了，我们来看一下作用。哦，这边有一个连挪，孙策觉醒，看一下孙策是摸二，摸二七哟，这有两个都是忠臣啊。难道是二张是内吗？祝融这个行为是在杀觉醒还是在杀孙策啊？我不太清楚，因为你孙策二血到一血的质量是要有质的变化，所以祝融那个行为忠臣也能说得清楚，内奸控场的话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并不太像了，反而因为在这个时候反贼还是比较脆弱的，抱的明媒逃，这样子的话你让忠臣孙策，但是孙策那个动作在这个时候还要进行对二张的保护，我觉得是中了，二张还是这个跳的中，那我觉得最像的就是祝融了。虽然是打的觉醒，但是起码是杀忠臣嘛，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当然具体的话我因为我在录制视频之前是没有看，所以我们一会儿再来分析一下。这边庞统把握一个节奏，继续的去杀于禁，这轮没有铁锁，要有铁锁的话铁锁一下自己火攻自己。哦，这边是强要收，因为有祝融啊，南蛮是不敢随便放了嘛，就是强要收左慈，都没有去想的。我觉得对。怎么说呢，那个对手牌的浪费有点高了，没有产生什么作用。我个人觉得可以说是直接弃牌给二张，用二张那边考虑一次。完了左慈反正是被翻面了嘛，也不急的这一轮收掉，那个下一轮还有一次能秒他的机会。对吧，那个我觉得本轮主视角这一轮的强攻左慈有点冒险，个人觉得最强内的还真心是祝融，因为孙策打得太中了，这个说他是内我都不太信，二张也打得太中了，说他是内我也不太信，那最强内的话我觉得就是祝融了。这边给了一个藤甲，好，这次左慈是去了，那不管怎么样吧，能去就去了。那边先直剑看牌，完了找效果，完了给拿过来丈八再贴回去再去过牌，
有机会能走出过差什么的，拆拆桃，完了直接火杀收掉。有铁锁更好哈，有铁锁的话还能带走庞统。布电师最后让他死，这样子的话他追忆的技能就浪费了。出了一张过差，没出铁锁，那算了，拆一下桃，可能有桃的庞统，完了杀一下，左慈也去了，那内奸的话再不控真心是要崩盘了呀。庞统也是涅槃过的，二张和孙策状态非常好，孙策都觉醒了，所以我不知道祝融那边虚报的些什么。那一轮祝融达到觉醒，是不是考虑稍微有一点点急了？那个可以去虚报一次，有连弩吗？你挂出来，这个时候反正是无力去拆了，你只要把身份跳清楚。这个难说吧，算了啊，我觉得是不应该那么早的去把孙策杀到觉醒的。但是呢，既然杀到了，就看一下祝融以后的怎么控场。这边的话扔的牌质量非常的好，所以说是二张是直接固阵了。这边强秒庞统，看能不能带走庞统，庞统是涅槃过的。看一下孙策能不能带走。扔闪了，肯定还有闪，但是这边是灌石，直接九，这就不用说了。这边的话还能把铁锁弄没，这样子的话也不会造成危险了，避免说是布练师摸到一些凶残的牌，通过庞统跳板来杀了主公。这边的话，本轮我觉得内奸控场并不合理，这边反贼打的也并不合理。这边二张起手八卦阵效果不错，主公把握了一点，有几点把握的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在于没有想着跟二张配合，直接去选择集火貂蝉那一回合，我觉得想法并不是错误，而且反而效果非常的好，起码在那一回合集火死貂蝉，没有让他更多的行动。当然我觉得保了二张的话，貂蝉也活不过去了，因为反贼控的桃好少，都在主中方这边。不过我觉得思路是可以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并不是说非要去跟二张去配合集火创造这次优势也是可以的。丢无懈，这边的话二张可以去再出来，我觉得加快点速度吧，现在主中状态这么好，主视角这边还有桃子，那是基本上死不了了。这是要干什么？还好有铁锁，我也说了嘛，那铁锁两反贼和内是要干嘛？难道是要属性杀把主公也带走吗？所以最后这边的话反贼也是非常的客气，那个临死前给内一次机会，直接追忆了内了。这边好多南蛮全部扔啊，这边于禁能把南蛮都控在手里头是一个好消息，不要让祝融摸到，现在就怕的是祝融反正是一是反贼临死前给人家追忆了一次，二反正是控不了了，乱放 AOE 这样子的话无脑把自己带死。这边那个忠臣开始让于禁这边摸牌，提高一下防御性，不要说是祝融一看打不过了可能会直接杀了你，这个是可能撕票，对，可能的，所以这个打稳一点点，让主公过牌保护一下主公。这边起连弩强杀，咚咚咚，祝融托管了。这边孙策的牌非常给力啊，杀比较多，最终的话于禁主获得了胜利。本轮是一个非主流主公，我个人是不推荐这样子的主公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主中方的想法，那个忠臣的选将孙策效果比较好，像二张的能力这个是毋庸置疑，神将二张，对吧，在于团队上的支持。本来按道理说是于禁还是比较酱油的，但是有二张的支持，距离一直是保持的，这样子的话有自己的方便集火的输出。其次主视角虽然说是非主流主攻，我觉得偏娱乐局了一点点，但是几个思路也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那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二张是需要配合的时候他还选择集火，这个对于后置位连续两次动的忠臣这个是有想法的，并不是一个错误。而反贼方的话，反贼反观我觉得反贼方打的思路有一些地方呢就在于选择了起手去秒谁，思路不太清楚，
个人我觉得，包括貂蝉那一拆，我就觉得比较的水，应该是拆八卦阵，而不是去拆于禁的距离。你拆完了，那个二郎那边直接再直箭回来一个距离，白拆，不如拆八卦阵，方便队友去集火于二张。其次的话，主中方的那个反贼方控的距离太少了。如果庞统像步练师都有距离的话，能很好的跟住集火去二张，还是效果不错的。行，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儿，谢谢大家。